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钓鱼里边的小工具啊，这个叫摘钩器，就是咱们钓鱼的时候，如果那个鱼钩在那个鱼的嘴里边比较深的话，咱们就需要用一个这种摘钩器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啊。就咱们拿这个来做一个假设啊，就比方说这个鱼钩在这个鱼的嘴里边特别深，然后咱们用摘钩器怎么用呢？就用前面这个小叉。去捅这个鱼，就是捅这个鱼钩，把这个鱼钩捅掉。捅掉以后，然后再用这个这边它有一个小类似小槽的东西啊，然后给它勾住这个鱼钩，然后勾住这个鱼钩，这样就把鱼钩给拿出来了，很方便啊，很方便。就是那个鱼钩在鱼的那个嘴里边特别深的时候，不方便拿的时候，就用这个摘钩器啊，然后。就是这么一捅，用前面这个地方一捅，然后再用中间这个地方一拉，这就出来了。好了，关于这个钓鱼的这个小工具摘钩器就这么使用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下方留言啊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点关注啊。最后，谢谢大家观看。